什么东西？棍棒笑谈的、啊。黑帮吸棍棒债务谈判，五十五警指导堂口。来天的，他妈我救你啊！在拍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啊，你录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黑帮笑谈的、啊。你好凶啊！我不就该好怕怕，被警察伯伯抓了，更找邓兄弟哦。大哥是这个样，小弟当然也差不多。不要拍呀、啊！啊，好啦，不要再拍了啦！拍了，走了，站住，进去啊！好了，完了，全部马上跟着快带回去了。四十几个通通带走。今天凌晨，警方获报有两派人马带棍棒、信号弹，在中和这间洗车厂谈判。这真的都恐怖了，谁决定了？警察讲亮个亮个亮个呢？原来是洗车厂老板和十七岁的少年有五万元的债务纠纷，闹起槟榔来，意图滋事又扰民，下场通通带走。酒吧笑谈的，酒吧中心，管你什么堂，报道屋